好，到你们派胡一天了，来，胡一天加油。胡一天最近又在拍《绝代双骄》，又在录真人秀，很辛苦。你看那个跳马软软的，不如坐上去休息一下好吗？好的。胡一天的挑战开始。这是在沟通，沟通感情啊，跟运动器械沟通感情。来，接下来胡一天第一次尝试。把鸡的脖子都踩断了。好，胡一天还好没扣分，没扣分。